够大，可够用的了。对，这小道给掀掀。你今年有七十几啊？才七十四，没七十四。八十了。好。那是我那天，从那嘎，我搁那踩完了踏的，我看看雪有多深。完我一踩，我一看这雪可不浅呐，我抠着抠着地面，我看看得有多深，可是不浅的雪。这家，你看这雪。嗯。你是六号楼的呗？啊啊啊！我太太岁数大。啊。哎呀，我岁数大，我是卧床。哎呀，等上去再整一下。刚才是不是有个老太太在那整呢？刚才。她回去了吧？进屋了。回去。